因為第一集我介紹了曼聯的靚仔，第二集就是介紹了曼聯的靚波衫。其實做曼聯球迷呢還有一個好處，你可以跟任何看波的男仔都有很多的 conversation。 我看動漫都可以跟男仔傾動漫的，為什麼一定要看波先？那我計劃是講波嘛。下次咯，下次好唔好啊？下次三個禮拜令你變龍珠文咁樣咯，好唔好啊？嗯。好，今日就揾咗兩個 friend 上咧，兩個就唔係靚仔嘅。嗯。咁試下先啦，係啊，呢個世界冇咁多靚仔噶嘛，係啦，唔係個個好似我咁嘅。識下先啦。咁啊，終於咧就揾兩個 friend 嚟嘅咧 ，Tessa 咧嗰個漫迷嘅感覺係點嘅咧？因為呢個咧就曼城 fans， 呢個咧就阿仙奴 fans。嗯，是不知道是什麼來的，是球隊，沒錯。這陣有那個女仔在說，引誘個女仔，即是引誘女仔說那五句話，不知道這樣說一句行不行？啊，不行。哇，說一句是的，贏了。 OK， 我們的目標就是無論他們知道不說得，他們都要說。是的。曼聯有句話呢就一定要勝，就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。 準備就水了，輕鬆了。有主要跟你聊5分鐘的，如果他引導到你講其中某些句子，他應該 set 了半句，如果講中了，因為我作為你的導師，我是會接受懲罰的。這樣的，你看了兩個星期曼聯了，其實你自己對於曼聯的感覺是怎樣的？我第一題問題，我覺得他怎樣都會答球，我都喜歡曼聯的。你 feel free 講得，其實我哋冇呢條唔係關事，我哋冇所謂。feel free 講得。佢哋話以前好勁咯。話以前好勁，係啊，好勁噶。仲有。但係你之前你會中意邊一隊球隊啊？嘛，我啲腳唔喺你身上。好勁。喂，你咁樣唔愛打唔得嘅，喺度傾偈啫。傾偈啫嘛，係咯，都未有正題，我哋都。曼聯咯，你睇下我波披頭係咩？誒，睇唔到添。所以你而家都算係，即係你都係本身中意曼聯。都不是本身，即係呢排都有睇開，所以有啊，呢排有睇啊。咁就變南曼聯啦。咁話邊個球員你係欣賞？連卡特。OK， 中。第二個咧，我覺得可以問佢你中意邊個球員？咁佢都可以講翻連卡特。應該連卡特，因為你背都連卡特。冇錯啦，其實而家曼聯最勁的確係連卡特。我覺得直球係佢唔出場就係對成個曼聯最有貢獻。冇錯，係啦。咁所以第二個就連卡特啦，唔該先。停啊！唔該，咁簡單嘅。總之我答其他啦，諗住答其他嘅，但係諗唔到，咁就輸咗噶啦。原來我知你哋應該剪定一條條咯，跟住佢輸即刻黐落。一條條，我諗住一格格啫喎。又為咗迎合今日呢個遊戲咧，喺黐正面啦我。我個人我自己都著咗短褲噶啦。哇！曼城嗰啲就係咁咩奸奸詐詐。講起奸詐。其實即係唔同球隊有唔同顏色嘅波衫啦。係。你中意曼聯嘅波衫？講起奸詐，你中意曼聯嘅咩波衫？紅色。嚇？嚇？係啊！係啊！波衫嗰啲顏色，你自己最中意邊種色？我中意紅色啦，不如。繼續啦，唔該。係啊。佢好好符合我哋，我哋合作愉快。咁點啊？就想紅色啊！我應該。唔係因為有黑色噶嘛，係咯係咯，曼聯都黑色噶嘛。因為我本來以為你會答黑色，係黑色靚啲嘅，我覺得係。係啊，因為答草地綠添。其實呢個 floor 係咪？係你仲有草地綠嗰啲，你都冇答。係咯，熒光你冇答到。熒光黃草地綠。其他 team 噶嘛？咁不如咁啊，唔好講啲衰嘢啦。不如講下你中意邊一個曼聯嘅領隊啦，領隊。就非常係啦，你最中意邊個曼聯嘅教練？跟住就話：誒，費爾格遜呢個。即係球員未必球員先咯，球員你識唔識？如果現役除咗連加特之外，有冇？迪基亞。但係迪基亞呢一個球員咧，我自己覺得佢，我未試過聽佢講嘢咁正經。我哋唔好咁正經先，我就問你啦，即係曼聯有好多種陣式啊，你最出名係邊一隻？即係四三一啊，四三三啊嗰啲，似要舉報喎，係啊，講佢四四二四，咁如果作為一個真實嘅曼聯球迷嘅，我覺得四四二四係一四四二四又話你啊，你哋我叫你啦，我都鋪緊啦，
緊嘅啦件事。喂，一冇時間啦，因為冇乜講啊先。嚇咩啊？呢鋪喂喂唔關我事喎、啊，喂，我做得好好、啊、喎，我做得好好、啊、喎。兄弟兄弟，哇！你知唔知而家領隊邊個先？唔知啊。我知道，我唔記得咗個名咯。要舉報，舉報佢啦！我唔記得咗。係咪個領隊名？係啊，我覺得係啊。而家領隊，而家領隊。現仲唔係？快舉報啊！你講得出就得㗎。你自己都唔知係咪？自己都唔知係嘛？蘇斯一齊。嗯，蘇斯一齊，你覺得搞得好唔好啊？蘇斯一齊搞得好啊！啲夠鐘啦已經，五分太短了。我估唔到啊！你係連呢個名字都唔知道啊！啱啱先講完啊，因為開波又講過一次教你嘅。明嘅明嘅。費格遜教我得。費格遜之後係咯，費格遜係好勁嘅一個領隊。就迪基亞嗰度就諗住楞落去。係咯，佢本身唔識費格遜，就真係唔識嘅。龍仔可以用多幾個月時間再教。係啦，三周就可能要，即係可能三年咁樣可能。係啊，但三年有三年，我驚曼聯準備攞冠軍。我驚要教佢點樣喺英冠嗰度揾拎去睇英冠可能。阿仙奴都差唔多。阿仙奴都差唔多啦。嗯，好廢啊！我情願佢哋踢丁管添喎，係嘛？係啊，同曼聯一齊落去爭咯，而家。傷痛冇撫平過。一、二、三，我哋可以睇下佢啲毛。哇！你睇我嘅衫，我紅咗我個樣。哇！对唔住，我玩啊！你好大啊！哇，头先你嗰下痛嘅声咧，系我都 feel 到啊！我知暂时呢个节目就未有广告啦，但我觉得如果有啲关于可能植毛、植毛嗰啲咧，可以帮帮手，睇下可唔可以将我呢啲残余嘅一啲，我哋将佢其实都唔算好干净，可以黐到肺。你准备好未啊？喂，睇住先，六哥，你冷静啲，呢度揸少少。喂啊！呢度冇咁痛噶，呢度。啊！好痛啊！三、二、一，好 feel 嘅。咦？你扮乜嘢？你气好屎咯，六哥！你嗌嗰下都唔痛啦，已经。系喎，系喎，痛喎。我本身都好似扮下好痛嘅样啦，但系其实真系唔痛。即系嚟上半场就我嚟啦。喂，唔系好玩喎，你试下将佢分两次。好嘅，喂，三、二、一，哇！好 feel， 好 feel， 可能都冇毛喎。扑你个街啊！扑你个街啊！点解我嗰个咁样嘅喂？扑街！你先连埋先啊！你先连接翻皮纹，放低先啦。准备，一、二、三，冇啊！乜唔走啲毛见唔见到啊？零 feel 喎！屌，零毛，唔痛嘅。喂，唔痛喎！完咗啦！完咗啦！嗰个两集真系拍出嚟咩？系为咗你啲巨毛啫嘛！啲阿迷就系咁噶啦，少少痛楚受唔到嘅。唔黐翻落去。我觉得就系环保重要，即系呢样嘢令我谂起咧，如果你喺个亚马逊森林嗰度不断伐木咧，佢未必生得翻出。即系可能因为暂时因为曼联冇乜太多比赛俾到佢睇啊，真系见识唔到曼联威风嗰种气氛，先令到佢可以成为个曼联。做曼城迷上，都系曼联。唔同噶，我觉得今日我输咗，一定系你搞得唔好。乜其实冇，唔系你输啊。哇，咁呢下就觉得好啦，曼联迷，即系曼联系咁样嘅，系咁样嘅，系完全有精髓啊。咁我觉得阿豆系一个成功嘅曼迷，曼迷啦，佢达到个曼联嘅球员啦，即系点解队波踢得差，教练唔好咯，变化得快，系咁换咯，换人又换，即系球场太细啦，系啊。即係帶得好好啊！我仲未諗到呢個係叫成功定係唔成功咧，我好似唔係，好似領嘅嘢。咁即係其實喺失敗嗰方面係做得相當之出色嘅，好成功。即係摩尼你識啦，應該。摩尼唔識。我知啦，咩人曬靴？曬靴咧，即係話點講咧？慢嘅。我啱識曬。個戰術喺邊啊？做啲花式嗰啲扭波啲啦。